要和他的爸爸去城里上学了。在今天呢，陆开想和各位同学来告个别。来，陆开和同学们说说吧。我就要跟着我爸爸进城了，可我舍不得离开学校，舍不得离开王老师，还有大家，我会想你们的。来，同学们，小达，我就要带你进城了，你开心吗？小达，小达，小达，爸爸，快快停车，师傅快停车！不停不停，师傅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凯凯，你要赶紧忘掉你的狗。你是来城里边上学了，就不能像丢了魂似的，一会儿小打一会儿小打。凯凯啊，你这是到城里边来上学，就不能跟在咱们老家一样，啥事都由着自己性子了啊。拿上你书包。来，开开，进屋。俺妈呢？你妈妈给人家看孩子。等人家下班他才能回来呢。嗯，不过今天晚上他会早点回来，他还要给你做好吃的呢。
爷爷，您的咳嗽好了吗？燕子的姥姥说，人不管得了什么病，只要一死，就都好了。爷爷，你好了吗？开开想你，你想我吗？小胆，小胆。那个你干嘛？你要管小胆跳到书包里。爸爸跟你说，小胆咱们不带，到城里爸爸再给你买个好的，行吗？不行，我就要小胆。快快，你们走不走？这样下雪了，不都下雨？马上马上。那个火车上不卖狗票，咱到了火车站，人家也不让咱们上车。不，我就要带他进城。你怎么这么犟呢？不行，救呀小美，我不见着了，这孩子不见着了，我不见着了，我不见着了，小美，小美，我不见着了，小美。小胆，小胆，国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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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喊了，别喊了。孩子呢？睡。怎么这么早就睡了？不开心呗。为啥？为啥？还不是因为那条狗，给他扔了他不乐意，来的时候哭了一路。哦，晚上我给孩子做点好吃的，给孩子弥补弥补。
孩子发烧了，你不知道？嗯。